第三章。I think we should split into two groups and cover more ground. Good idea. Behold my genius. 新的装备，萨诺斯的手套。钱先拿来。Collected for your little pet projects don't count for anything. My brilliant badass work is worth every dime. You know it. Well, your quality control sucks ass, and you know that. Or maybe don't let the demon smack you around so much. Whatever. I am truly gifted. It's a work of art. 无限手套。强化版。Yes, I am. Got any questions, little chicken? My grandmother was called the 45 caliber virtuoso, legendary gunsmith. I hope to be like her someday. 奇怪，他妈妈是做枪的啊，他是做手套的。Whether it's a gun or a steel pot. 反正就是机械系，对不对啊？Any more questions? Huh, little cheeky. I'll take my leave now. And if I don't see you along the way, I'll see you at the bottom of the Clyphod. 快发的树下。What are you gonna do? I gotta shake the cobwebs out. I'll let you know.Hey, you got any more questions? Better ask it now. I can't read minds. Ooh, well, yeah. I like that 只乌鸦。那只乌鸦就是来搞笑用的啊。制定你的角色，我现在是可以啊，我现在可以用 V 是不是？飞翔的猎人。毁灭之拳，哇！穿钢之力，好猛的感觉哦！现在有两万，好想要穿看看，超强的刺穿力，穿刺力来弥补自身攻击的范围不足。可以用来突破敌人的防线，这个应该就是拿来打就是迟钝的怪物，你知道吗？拿盾牌的怪物应该会很好用啊。然后这个是使用冲击波能更自由的移动，这个只要500块而已。各买一个好了。You need anything else? 怎么感觉第二只手后面会痛痛的？不好说，不好说。你要怎么用随便你，哈哈。啊，没人会阻止你，买了就是你的了。要怎么使用呢？哎，因人而异，试试看吧。哎，原来我这边已经有两只了。哎，我刚刚是不是买错了？啊，没关系，反正就是这个跟这个嘛，对不对？到底是哪一个啊？啊，应该是这个啊，这个是刚刚从那个恶魔身上取下来的零件嘛，对不对？好吧，希望我没有搞错。
为啥好像有个洛克炮的东西哦？那个是预购给的。等一下，他这个两边的装备是都可以带出场吗？还是怎样？还是说不行？算了，不管了。正在连接网路。哦，这好像可以双人的样子嘛，对不对？不过我是有设定只有好友可以进来玩这样子，所以说应该不会有突然野生的玩家跑进来。So much for teamwork.你再打可以看到别人，有一只手可以骑在手上飞来飞去的那一招超好笑的。老头，你说的那个《灵骨堡二》的模体做的好细致啊！哎呦 ，B 的话，你圈跟三角形可以一起按。那个裸体模组我之前有看到，可我没装。那这是什么？站在蓝有红色火焰的平台上，周围没有敌人时，火焰会变蓝色，令骸骨之点出现在半空中。这是干嘛的？哦，各种区域移动用的啦。So this, so this。然后就会到这里啦。虾米蛙哥，鸟鸟，手臂瞬间爆掉。怎么感觉没钻到什么东西？怎么有一个叫做口意义的人进来啊？有我有设定让其他玩家进来吗？哇，这边不能调整哦。好吧，好像有人冒失跑进来了，但我不知道是谁。口意义。游戏一条你还迷路？不是啊，我要看周围有没有东西要捡啊。你懂我意思吗？我玩这种都是有个人习惯，就是我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到处去探索，看一下周遭有什么隐藏要素或者是道具没有捡。然后看完了之后呢，我才会走主线啊。所以说这并不是迷路，这是我想要看有没有可以多捡一些东西。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有这个，有没有？然后这边貌似就过不去了、啊，什么超大的一块这样子。哎，你看这边就有个蓝色的，是不是？有没有有探索有差嘛？我就说嘛，要多探索啊，不然的话呢，你有很多东西没捡到啊，是不是？
没事嘞。我原来是那个追踪之犬啊，这么酷啊！老头玩 Apex 吗？没有，不玩。我没有在玩那种竞技类的游戏，太累人了。哇，这里这么多，好爽哦！然后这边一颗金色的这个。复活用的，还可以获得最大生命值砖。这边有两条路欸，我看一下啊。任务是告诉我走这里。什么声音 ？What？ 什么东西垮下来了？但这边有路可以走。等下，这是回去的路吗？欸，对，这是回去的路欸。就待会还是要回来就对了。我这边可不可以直接用跳的啊？会不会死掉？不给跳过去，故意的。故意的，就是不让你过。好哦 ，V 在对面，乌鸦草嘛，反正遇过更烦的人。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那种每个故事里面，啊，拿来缓和场面的角色，暖场的。攻击特定部位可显露骸骨之点，哪里？嗯，不懂他的意思。是干嘛？哦，上来的啦。原来如此。Go baby go， 按错啦。别跑啊！您是我的。算爆，这么多。欸，真的很会跑欸。
另外一只呢？哈哈哈！哎，乖乖的啊，不要一直跑啊！结束。那边有一个发亮，那个是手背嘛，对不对？没了，敲完了。V 在后面，刚刚打架时他也在后面，我没看见欸，那个 V 该不会是其他玩家吧？纳闷。那我这里怎么过去啊？三万多了，为什么这边有一滩红红的血？这边给的复活石真的好多哦，天哪！这边光捡就捡了三颗，还真挺多的。有时候破坏血块能打开新的路径，产生变化。好，就是这样子。原来如此。这边应该也是要打掉啊！复活石这么多，会不会等等要打的王很强啊？滋！我也不知道欸。
反正等一下就知道啦。哦，还有两个。录在这里啊，我怎么没录了？我怎么没录了？要去哪里啊？哇，可惡！那一招回避打击，那一招真的要很会抓呢。结果买了8000块，用不到半个。这一招实在太难了、啊，回避打击这一招，你以为很好用，但实际上真的混战起来，干发动的时机真的好难哦。练反应。然后看到这边有一个爆炸筒，到底是干嘛的？然后那边有一个需要把它打掉。那一招我没血，打了会爆炸而已。我已经把它学起来了，没办法后悔了。来这里。完了，还是被打到了。看他们强化了、啊。他们硬到我叼不起来。红色的手可以骑，有正义铁拳，孙中山。Bingo，
Bingo。哦，第二、第三，洛克炮捡一下。怎么做这样子而已？那这样最上层那边是干嘛的？那那个拉有什么屁用啊？我直接这样跳不就好了？又拿到一个了。这个是第三片的嘛，对不对？哦，没有第四片了。最大血量增加一 ，nice。又有一个挑战。有了。消灭所有什么瑞的 Impasa 什么东西，管他，把他全部打死就知道了。老头为什么不用手套？我有用啊，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啊。哦，别让这个跑走啊！靠，我要一直跑。那个跑走了，差一点，再一次。超级斗笠的，呜！干，不要再手脑，他要逃跑啦，哥哥！耶！我逃跑怪你哦。干，老师给我回来。打完了。这个时候起手。没有啊，我想说试试看嘛，谁知道这么难操作。拿到一个了，耶、yeah。恶魔脚做的那一根很粗的手吗？
骑手的这个应该是恶魔角做出来的啦，然后外加那个斗笠炉的钻头，两个这样子。洛克跳，好笑。哎呀！怕！镰刀不拿，改拿剪刀了，这样子，斩断残弱的生命线，麻烦的家伙。所以说他等一下会来突袭我，是不是？感觉这边他就会突袭我，感觉得出来，他想上了。You want me to follow you? No way, asshole. Bring that shit to me.超大只，怎么打啊？他很会挡欸。欸，剩一只。要把他那个给打掉哦，攻击他的背部可以有效的造成伤害。然后打断第一阶段的时候，呵，他没武器了。这种就很适合用我的那个砖头去钻他，那钻一下全破欸，他那个刀直接全部破掉欸。正义之拳，我的血量快要没了，血量告急。五个血啊，我快死了。What？ 我刚刚是被咬到还是怎样？算变了一下。Without strength, can't protect anything. I know that. 哦，补血的，碎了。欸，居然有电话呢！调时间打电话。
叫车服务。从天而降，这台车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可以飞，能飞，能遁地，好，你可以为所欲为，然后永远都撞不烂的车子，超强的。有了，我们现在有四万块了。四万块的话，我想买这个。更长，有了，学到了，大概是 Ben 10里面那台箱型车，哈哈哈，我觉得这个比 Ben 10还要猛欸，你自己看它的外观，永远撞不烂的，那超强，要打完了是不是？我们是刚刚从这边走过来打电话嘛，对不对？没有错，就这里了。是谁？哇哦！是啥鬼啊？速度超快的。No chit chat or monologue, just getting right to the point, huh? 哎呀！恶心。哇，是什么鬼招式啊？他还会讲话欸，我要死啦！蜕变的恶魔，他现在干嘛？神机再现！完了，我是不是要死了？哦，把他打掉了。躺了，刻一个，反正我捡那么多。吃仙豆，
打完了。是啊，沙西米，好吃。嗯，哪里？哦，福利福利，深夜福利。为什么他会在里面？干，没有点。雷帝，雷帝总会被包覆在里面。自强的时候认识的。What? Can't believe you do this to Kyrie. I'm gonna have to tell her, man. 又可以制作新武器了。I'm joking. Hey, loosen up your jockstrap. Don't do anything I wouldn't do. 我要去告诉凯莉耶了。偷吃。我知道接下来的剧情了 ，SOP 嘛。没错。妈的，在外面涂魔涂到女人都回来了，是什么情形？哇，在外面涂魔涂到都涂到有女人了。